今天我们是在我们这场秀上面呢，专门推出了这个金牌脆皮烤乳猪，它是选用30天饲养的那个，多一天它的脂肪就开始长。首先宰杀，然后去它内脏的那个屁股，用一些特制的香料腌制大概4个多小时，化干，就是要把它风干以后，让那个皮完全脱离它的肉质，最后再去在我们的特制的炭里面去烤，大概烤到要到3-4个小时。